其实我们在讲说这个精准保养呢，其实很重要是要对抗这个老化的状态，对不对？那我今天要特别介绍的是有一系列的产品，它里面包括有这个化妆水，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乳霜，然后还有一个精华，叫做弹力带精华。所以这一罐是我近期保养里面我觉得最有感塑形的这种效果呢，它其实是维持你一整天或者是晚上用这个产品最后的一个效果。而且这个精华非常特别呢，它是在这个乳霜的最后一个步骤用。那在按摩的时候还是建议要把产品用的量稍微多一点哈，不要有摩擦，像厚敷的感觉。它的香味非常舒服，味道很好闻，大自然的味道。对，而且吸收很强。对对对，我刚才讲一下，它里面有一个叫做珍稀绯红花精粹，200朵花才能萃取出一克精粹。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会先像这样子，然后我们的拇指要扣到这个下颚线，然后就是由这边推你的这个苹果肌到这个嘴边肉这边一起推到我们的发际线，那动作叫做拉，然后深处，对，像美颜针拉皮的小弟，下颚线蛋白的小水肿。第二个动作叫做提，那我们也是要从下巴这边，然后整个手掌往上推这个苹果肌。然后推到上，对，推到苹果肌的时候，然后放开。放等一下，你现在好像拉皮，这好歪哦，好歪啊，歪了，对不对？现在才第几个步骤？现在是两个人，好歪啊，这个一个人。好，另外好，第三个动作叫做紧，拉紧的紧哦，你就先用食指先固定在你眼头的位置。然后呢，接着我们就顺着也是要，就是推这一块肌肉往太阳穴的地方。那一样就是六下。好，是也是。然后最后一个叫做塑，就是塑形，塑对。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最后很像是固定我们两颊这边的这个，就是固定嘴边肉这边的形状。那我们一样用两手哦，然后我们先左手呢固定在右脸的太阳穴这边，然后脸稍微侧边一下哦，就是上面先固定住，然后呢我们的右手就是由这个左手的太阳穴的位置之后往下面到下颚线。那这个动作一样哦，就是做六遍。天哪，夸张了，夸张了，真的小一号了。对，其实就是小 V 脸按摩法。哇，加深的脸像绑了弹力带一样，瞬间拉提又亮白呢。